众生相 杀了他，此处就是雪域国新的国址。雪域修士因满地冰雪施展神通，十年大雪，原来如此。冰雪之塔，雪域化神强者，九子诀杀阵，起！ 晚辈白云宗弟子，奉师尊之命来取土，前辈莫怪。这个冰雪之阵涵盖整个四派联盟，此战没有结束。使者大人，请杀了这条苍龙。 百年前，红蝶降生之日，雪域迎来了万年不遇的天地异象，惊现五行之灵。五行之灵在红蝶周身自行凝聚，从此守护红蝶一生。随着红蝶长大，武灵实力同样突飞猛进。 有此奇才，是雪域的福分。老身收红蝶为徒后，为了探查这武灵的来历，不算多次，却发现红蝶此生有一死机。清河，此次出征。 带上红蝶的五行之灵，率大军前往四派联盟。师尊，前日老神红霞龙体终于算出红蝶死劫就在此次大战中。你说能帮他应下此劫，红蝶劫数便消。今后到。 之意图，有违平坦。
断无活路。这五太脱离战场，这是得到玉鼎的最后机会。虽是至宝，我却担当不起，整个四派都担当不起。王兄想要便拿去，留不留得住就看你自己的造化了。师父一力，伤势可愈。朱雀光欧志，道友可愿再次引来天劫，在下必有重谢。真是天劫，道友可愿现身一叙？只击杀一名化身便消耗了全身法宝，上国之事
绝不可参与。护国苍龙陨落，四派联盟大败，就此灭国。随后一年中，四派修士几乎全数死于血雨围剿之下，幸存者只得隐姓埋名，在新生的血雨国之内苟活下来。天逆柱吸收土灵，至土属性大圆满，这天逆空间竟有了一丝灵力，五行发光体也浮现了生机之意。天逆柱定然有我尚未发现的妙用，恐怕只能等到五行大圆满，天逆柱真正认主之时，其神通之术才会显现吧。自我领悟生死意境，天逆柱的时间逆变就已失效，内外时间已无异，现我藏身时间已达极限，还需四年我便可踏入化身。短短五年，血雨竟发展至此。是萧晨，杀了他。全爱之威，力斩天命。回头若荒神魂归位，你好趁其应变不及，彻底绝死后患。打得好算了，可惜我回来了。像座静止的墙，堵住我的生生希望。血肉见证过往，你竟催我破浪，不停歇的岁月如何跌宕，涅槃重生不再封藏。血如虚妄之中迷惘，天道无常，莫道复仇誓不自量，不恋与落网又有何妨。决心之躯，决心之躯睁开眼，生沉思梦醒，穿越末路狂澜的此生一句，Go, go, go.
这一回只留住。